现在就不是胳膊上去了，好多。那个胳膊腿。一二三。抬得起来不？抬不起来。刚才把瓦砖算了不？看身上怎么的。晓得不？拿个站子来打。站子哪有啊？你到，就把瓦砖有好多长了。 哎呀，我这过一下的，我去看一下啥子。啥子？这明明就是哥哥，你看。嗯，好吧。都是哥哥，谁看他呢？真挤得的。你二让开。怎么样？ 红烧在哪儿哟？你不是那个坨坨啊？把你的小可爱弄来带起，那再遇到的到处都是。红烧在成坨坨，我来摘一下。 皮子，看看吧。那点热水个？哎。那好滚的个。要得。现在我有点肥呀，姑娘。 上面放点红烧就要得了，哎，红烧太少了，婆娘，那多加点安逸了。炸过的红烧太少了，不够装两碗，再学了点生红烧，一样一种口味哈。下面放个烧烤架架哈，你看还可以加点水，放点烧烤架架。你好像放不下呀。 锅盖还能盖不起，哎，对得起，还可以睡。我爷爷不要哦。不要爷爷。我爷爷都觉得这个刚刚好吃的，差点还焦了。嗯。巴适得很。你这是盐盖头垃圾机了嘛？你就没得了，没得了。你嘴巴说哈儿，你没吃就是。那你。 还吃饭喽！我红烧进去。给我。小凤，你怎么看？你觉得你这个脸做的咋好多分儿啊？多少分儿噻？没有这么多，我不在。对啊。因为我这里瘦肉都很难。这个不能就这个肉全都是肥的比较多一点，瘦的很少。你尝一下这个肥，你看你吃得下去。 这个我就能吃下去啊！你吃着下去不关我的。你尝一下肥，你马上都不尝一遍。还有黄粑粑嘛？你喜欢吃黄粑，吃不吃？不要，我给你蒸了几个。姐姐要不要？我要吃的呀。 买点你们不吃，那吃过吗？在哪里啊？要多长？我喜欢玩你吃完的。